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焦不一不一，给我推推。我们今天又要来开箱，开箱什么呢？一样，非常邪恶的富贵猪脚圈。希望这个影片不要再被盗用了，再被盗用我也没办法了。要露什么来证明一下这是我拍的呢？一样，我们手上这一颗受伤的痕迹，一样把它拍进去。这样人家就知道这个影片是我拍的了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富贵猪脚圈，它的重量是800公克呢，1斤多呢。然后里面一样是猪脚圈跟调味料，我调味料够坑油葱酥哦。好，那不是重点，反正就是猪脚跟它的卤汁而已。那这个应该也是要配饭啊。OK， 我今天有准备白饭，我已经有经验了。这种东西就是要搅白饭吃比较赞。它的保存期限写在哪里？这里。2023-04-12有效期限，所以可以放3年多。OK， 哦，蛮大一包的呢。来吧，那我们就不客气喽，各位。我要开箱咯，来，我先翕一下封面呢。这样好像不是很清楚，不然拍这样好了。富贵猪脚圈，好，开箱。希望这个影片可以一镜到底，完全不用剪接，所以我速度要快。不能太冗长，太冗长你们会看得很深，肥腿也会词穷，所以我们速度一定要很快。哎呦，好大颗哦！这个真的是大鸡的呢，泉州的更加起来大鸡的呢，赶快客家精神，给它挤下去。这些卤汁我们就是不能浪费。OK， 老来第一道血，赶快滴一滴。接下来会给吹了哎！台湾讲这火莫开伤大，烈火的边缘莫超过顶管哦，超过顶管我惊大个迄落个臭味大。OK， 你这样子好像安尼搞足清楚的。我提较近的好了，安尼做清楚的，太棒了！翡翠的影片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嘛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，在那汤的中间，你挡着三角架，那汤的中间我来捏一块起，让大家看卖啊，伊这就是叫做猪脚圈哦。意思就是有骨有皮迄种的就对啊，还有一种是加三肉的，迄种做卡壳的款。哇，这较小啊，伊咧撑的迄种呢，这算伊的腿啊，算伊的脚，算伊脚下脚关节以下吗？膝盖以下这站吗？伤紧呀，反正就是膝盖以下那一节啦，应该是的，我在猜想。稍微开大一点，其实安尼嘛足紧的哦。我先来试一下伊的汤汁的，看这搅拌足赞的哦，火真较细。哔哔彪彪的，我来讲，这搅拌拄啊好，因为伊这卤汁比我顶阵食迄个。卡壳的搁较味搁较拄好啦，顶个卡壳迄我有搁加豆油，顶个迄万峦猪脚啦，毋是卡壳啦，顶个迄万峦猪脚我有搁加豆油，这毋免，我感觉伊这拄拄啊好，这搅拌出来足赞的。好滚一下，发落啊 ，OK， 我们火转小一点，看起来没有很棒，拿近一点给大家看。
天啊，也太香了吧 ！OK OK， 关火，我们准备去试吃，走。等一下，试吃之前，我们先把它倒到盘子，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。哎呦，会不会喷出来啊？不要喷出来哦！我看都是技术，方法是人想出来的。哎呦，会不会满出来啊？我现在担心它会不会啊败啊败啊，真正败啊，绝对冒出来。呜、哦！大家现在可以猜测它到底会不会掉下去而溅起乳汁。喷的我整个都是，然后我又擦个半死。OK OK OK， 打他来啊！哎呦呀，要死我！我这用机械给你切的呢，切个安尼，让你一块一块，细个块啊，安尼做好称的安尼啊。操，这一次真的要去试吃了，走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准备了。白饭20块，那吃肉呢？我们也是要顾一点健康，我们也是要吃，搭配个青菜、高丽菜、白饭、猪脚，这样一餐简单解决。然后这个一包价格是多少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哎呀，因为我很少在记价格，好像是100多吧，如果换算起来的话，哇！哇塞，外面有车子，没关系，这才是最真实的一刀未剪，也不算一刀未剪啦，中间有暂停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白饭，这样给它加下去，来踩踩它妈的大亏，好这，人家手忙脚乱嘞，人家这么。面头前一支相机，安尼小可用起来，小可手忙脚乱。咦，哇，这个卤汁感觉就是很棒啊！啊，地卡嘞，地卡啦！但我敲较碎，我感觉看起来足歹。敲一个较碎的角度，大家看好了。等一下，站。OK， 我觉得这角度不错，来。我们吃猪脚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软烂的口感，所以这一包到底是能不能列入翡翠的推荐商品之一呢？我们马上来揭晓。哇哦，欸，这卤汁足侪呢，看起来是感觉足嫩的，你看，哇，你米红啊，今仔过来给你介绍这猪脚，安尼油油亮亮的，来哦，我要吃哦，嗯。我来讲，必买商品，太棒了！我过来吃一口，吃一口饭。嗯，软烂，软烂，又不至于脱落。有的肉料上弄的些脱落，也这不至于。你看现在拢袂家己对焦啊。你看，咱家己对焦者，无啊，伊其实黏的呢。我讲这，唔免啥想称，喙齿咬咧就来啊。然后这个讲卤料足软吗？嘛还好。讲卤料软软吗？完全袂。这是我喜欢的口感，再来吃一次。嗯，你看，轻轻松松，再等下过来个喷好清气。嗯，嗯，我今麦测试看一下那海蟹对焦。嗯，安尼刚刚就好啊嘞，安尼我知啊。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顶间迄万峦猪脚是咪废弃？啊，搁伫遐找，啊搁伫遐剥肉。我讲你直接买这个就好，我们这个汤头搅拌拄拄啊好。然后
伊阁甲你切了安一块一块，互你做好称个。那我即摆称一块哦，好称歹称看即问了。各位，干净溜溜了，有没有？这你有法度搁我穿啊清气，但是这用两手啊，因为我用滴个足歹穿个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再来吃一个，我看它是不是每一块都那么软？哎呦，要不死我！欸，我讲真诶，即项粽摕出安尼卖气无讲足好诶，我是会想讲进来甲开箱，这真正恁来买进来。我即间食这较我脚底诶所在，哦，各位诶大拇指伫遮有啊。软啊，有软啊，然后咧，食起较上水诶是啥？有卡毛。那也看有卡毛了，刚刚吃着卡毛，我是夹起来是无啊。我讲表面上看无卡毛，无一定你食了无哦。反正表面上看无卡毛，你食起来感觉汤汤，那就是卡毛应该卡到足底，甚至。但是热的时阵，伊热胀冷缩，伊个，诶，嘛咪讲热胀冷缩啊，热了肉会揪嘛，会揪伊个毛会阁插出来，所以这毛算剃了足，算处理了足清气个啦，系啊，完全无卡毛，真啥拢无食着。太棒了！哦，各位，这一样又要列入翡翠的必买商品了，真的，这一样非常方便，调味非常棒。配饭吃刚刚好，然后它的猪脚又是最好称的那种的。重点是啥？来，给恁看我头下勾着伊的卤汁，我的手怎么变啊啦？看好哦。大家有感觉有啥物无同吗？有看我的手变啊啦吗？这是。头拄仔摸着乳汁的手，这是无摸着乳汁的手，安尼强烈对比，互恁看，安尼知影啥要买啊吼？胶质啊，好啦，今天的猪脚开箱就分享到这边。那这个影片是没有剪接的，所以说可能比较冗长一点点，那希望大家体谅一下，因为。比较忙啊，哎呀，实在没什么时间剪片，哎呀，啊，这种凉菜也比较简单，所以简单的分享给大家，就主要让大家说它里面数量到底是多少，然后卤汁配饭适不适合，好不好吃，还有这些物件处理了有清气不？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那记得帮我订阅一下《脚不不叫推推》，还有我们的《肥婆来了》，啊，记得帮我看一下片中广告。感谢大家，那我们就下部开箱影片见咯，拜拜。